弟弟要来买喝的了。你要找黑糖鲜奶吗？啊？这个。你想要吃这个啊？我说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他要买两个才有优惠哦。你要买两个吗？一个给姐姐。有找到你想喝的吗？黑糖鲜奶的话，没有看到哎、欸。这个有。等一下去买黑糖。是哦。等一下去买黑糖。黑糖很难买，而且黑糖直接加也加不进去，它要加热之后搅拌进去。嗯。我看你还是喝正常的吧。你要喝什么？不是想要吃这个碎片吗？苹果牛奶。你不是想要吃这个？苹果牛奶嘞。苹果牛奶哦。这个啦。这个超有营养，好不好？就这个吧。里面太棒了，这上面有糖。啊？这上面有糖。有糖啊、哦？有加糖哦。好了好了，那你到底要哪一个？这个也是一样啊，这个也加很多糖啊。没关系啊，都有糖。哦。还有木瓜牛奶。好。木瓜牛奶，应该健康吧。